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，那曾经创下了我们台湾拍卖市场的天价，所以说在我们华龙国产销班班长历任班长跟所有班员的努力之下，那能够让我们外埔华龙国在这么竞争的市场上面啊，能够这个占有一席之地啊，也能够闯出我们的一个市场的行情。